既难过很正常好吗？第二关，所以我现在玩的这个是第一关的意思吗？装备是干嘛的？我刚居然这样好像分数就很低耶，因为拖太久了。这样拖太久了，婆婆妈妈打法，我们不可以这么婆婆妈妈，我们要快一点。这干嘛？这家伙稳的吗？这可以踩吗？干，这家伙稳的吗？这看起来不太稳呢。啊啊！哎呦，我怎么没死啊？Bravo！ 西甲了。